Okay. 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是礼拜六，天气非常好。我们现在是在长岛的 Plantinfield， 今天有一个四季演奏四季的音乐会 ，Vivaldi 的 Italian musician。这位作曲家是1678年在威尼斯出生的，18世纪在维也纳去世的。他的很多曲目都特别有名，今天会演奏他的最出名的就是《四季》。那要去听的这个作曲家的名字，中文名叫维尔瓦多。这房子也是非常老的，这个房子是，18世纪建的。There's a lot of people， 好多人已经都站好位子了。现在准备找一个稍微阴凉一点的吧。今天没带伞。That's the stage。差不多开始了。Lovely song. The second movement, Largo e Pianissimo sempre. And in the meadow, rich with flowers, to the sweet murmur of leaves and plants. Mild air gives pleasure, and the season invites many to enjoy a sweet slumber.现在是中场休息，正好在周围转一下。下一场是演巴赫的，玩真漂亮。这是暖房。现在这温度也特别舒服，好多大丽花儿。你漂亮，第一次看这种姿势的。
特别 peaceful， 多安静啊这儿。下面就是长岛的海湾内湾，所以水特别的静，很舒服。谢谢您的观看，下次再见。今天又走了大概10000多步。